高迪，你上，你站第一位。好。别紧张，好好表现啊。放心吧，老师。来，大家准备啊，后面就到我们了。你是干啥的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来参加比赛的。高迪，你第一个上，其他的人慢半拍再上。OK。崔善，哎，愣着干什么？快上上上！前行的声音，尝试着寻找自己，空荡房间里流过泪的眼睛，幸福的光晕何时能照进这里，更相信分离，也尝试挣脱宿命。你能送我去市里吗？今天市里有比赛，我的闹钟没人调了，我睡过了，这个比赛很重要，你能送我去吗？快迟到了，快点快点，快点，还能再快点吗？即使被孤单追赶，也要走出悲伤，黑夜中有微亮，陪我细数星光，在回忆的荒原，谢谢你种下花一朵盛放。跳得很不错，基本功挺扎实，确实挺好的。比爱更相信分离，也尝试挣脱宿命，故事的原委想说已没力气，一个人前行，远方如梦如幻影，走出命运的天罗地网，微笑着原谅，即使被孤单追赶，也要走出悲伤，冥冥中咱们都最后一排了，好啊，去了，去这儿吧。是他送我来的，我没告诉他是你调了我的闹钟。别以为我不敢。那次他送他去赶比赛，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。他说他忘不了他拥抱他时的体温，他觉得他身上的气味一直留在他身上。他说他一连好几天都不洗澡，就是因为不想让那个气味消失。我是这么认为的啊，有些人呢，用童年治愈一生，而有些人啊，用一生来治愈他的童年。
那个时候起，他就有了一个梦想，他想造一座通往天上的塔。原来你每天偷偷摸摸的就是在这儿练呢，你还敢抢我的位置？那本来就是我的位置。你现在挺厉害啊，要不然今天看看咱俩到底谁厉害。你还想走啊？走？跳窗户呀？这里一般不会有人来。你经常来这儿跳舞吗？不过这里有老鼠，你怕老鼠吗？不怕，我们一起住的。啊？你跟老鼠一起住？可是他们会偷粮食，那你家里的吃的怎么办？吃他剩下的。哦。吃他剩下的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疼吗？不疼。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里？怎么又是伤口，又是老鼠的？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向你道歉。那以后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。我来这里练舞，你也可以来这里玩，不过前提是不许把这个地方告诉别人。说好了，拉钩。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。盖章生效之后，就不能反悔了。盖章。这个机器怎么又坏了？怎么办？你没有音乐，不能跳吗？嗯，也不是，就是。要不，你试试。好。
你好厉害，这么长的曲子你是怎么记住的？你音乐天赋这么好，将来肯定能当个音乐家。这里倒是挺清静，还挺适合练武的。别学他，大家都讨厌背后偷偷用功的人，有本事正大光明的跳啊。你别紧张，我们是来道歉的。不如我们和好吧。我上课的时候想了一下，总是欺负你也没什么意思，你加入我们怎么样？我要走了。大家都是同学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别闹这么僵嘛。要不我道个歉，交个朋友吧。你带着他们两个专门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说这个吗？对，不过还有件事要你帮忙。老师不是布置了我们明天四个打扫卫生吗？你看，新元他感冒了，然后我也不太舒服，要不然。你帮帮我，下次我们帮你。我怎么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？你都答应做我们朋友了嘛，朋友就是要两肋插刀嘛。你最好别不识抬举。老师让我们四个明天打扫卫生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就告诉他你夜不归宿。对。走。哎，猫咪，你是谁家的小猫咪呀？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长得好可爱呀，你饿吗？哦，渴了，那我给你弄点喝的去啊，等我。哎，小猫。哎，有一只小猫。哎，这怎么有猫啊？原来你还怕这个呀？你不知道猫都是恶魔吗？你快把它弄走，快去去。我好心对你，你还挠我，抓住它。你快点，要不然弄死。踩它尾巴呀！踩它尾巴！追一下，我抓住！快快打死它！你别让它跑了！别跑！哎，你去那边吗？是谁啊？谁啊？居然敢朝我们扔石子儿！崔善，你干嘛？崔善，你给我出来！别扔了！咱们走，明天再教训他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不会让他们轻易走的。有人欺负你，就应该欺负回去，要不然他会变本加厉的。万一我不在呢？我就说嘛，他是很难着想的，尤其是最近还有个小子帮他撑腰，一点都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我觉得他也没这个胆子，肯定是那个野小子用石头砸我们。要不我们告诉老师吧？不行，他现在可是老师面前的红人，老师肯定不会管他。哎，不如我们告诉这里的物业，就说有人搞破坏，肯定
他也在这练不了了，对吧？好主意，走。小猫咪，我们来看你了，看我带什么好吃的了。你在哪呢？哎，门怎么锁了？怎么办？我没有练习的地方了。带你去个地方。害怕吗？不，我不怕。手这么凉还说不怕？以后你要是没地儿去呢，你可以来这儿，这儿环境挺好，就是有点脏。嗯。还有啊，你要是觉得一个人孤单的话，你可以把我叫过来，我可以陪着你的，这是我的地方。好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嗯。不然消化不好。嗯。你一直老来看我，那你的事情怎么办？不忙吗？我不忙，我就喜欢看你跳舞。哦。这几天他们还欺负你吗？虽然我也不喜欢他们，可是我也想跟我的同学们一起玩。跟谁玩不是玩，我也可以带你玩。如果他们再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找他们。我怎么觉得你现在的状态特别像什么？刺猬。刺猬？嗯，刺猬在受到攻击的时候，它们的刺就会炸起来，就像你现在的状态一样。行了，不跟你在这拼了，我去跳舞了。刺猬。有萤火虫，好多萤火虫啊！没想到这么破旧的地方，也有这么多漂亮的萤火虫，我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。对了，你知道浮草为萤的故事吗？不知道。这么漂亮的景象，让我想起李白的一首诗《咏萤火》：“雨打灯不灭，风吹色更明。若非天上絮，定作月边星。”是不是很美啊？这首诗是妈妈讲给我的，我又想她了。
刺什么？刺猬，你的名字。崔字写错了，崔字下面是四个号。我认识的字少。我小时候也经常写错字，还有那个扇字，扇字是上面一个羊，下面有个口，中间的盘子不出头，羊是善良的象征，像羊一样说话，就美好善良。可是羊不会说话。有些善良是不说出口的。慢点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怎么了？你从哪儿弄的？我说你最近怎么总失踪了？这你就别管了。你会弹？我不会啊。那你为什么要搞这么一架钢琴？我想学好它，将来有一天能给你伴奏。我都试过了，琴键都是好的。我在艺校学过几首曲子，我教你吧。我很笨的。没事儿。我觉得你能学好。走了，我去教你。我教你弹小星星吧。好吧。来，你手放上去。你来，整只手弹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听见声音了呀？有人吗？我耳朵出问题了，会被逮着吧？不会，只要我不出声不动，就逮不着。有人吗？那他会不会再回来呀？应该暂时不会回来了。那我们走还是不走啊？走啊！
哦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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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你把钱就那么放在那儿，不怕大爷发现呀？他找不着。嗯，刚才真是吓死了。你说如果真的被发现可怎么办呢？他就真发现了，他也追不上我。我是说，如果真追上了呢？真追上了？嗯。那你先追我一个试试。喂。阿姨，你干嘛？我帮你抚慰一下情绪。吓死我了！大爷来了！你晃点我！红裙子女孩就像阴暗潮湿、长满青苔的角落里，偶然照进来的一缕阳光。温暖而且夺目，他幻想着他能一直留在这个角落，让那颗小小的种子生根发芽。可是，幻想终究是幻想，幻想来幻想去，还是逃不过命中注定。在你。